东莞高布这家日结中介确实相当牛逼。小广东没钱吃饭，没身份证，只能收现金，这个疑难杂症确实在他这里治好了。当天挣到了160块钱，只是这个疗程有点短。我要吃烤鱼。前面逛一下很热闹，前面很热闹的。这给我来猪蹄也好吧，给我糯米。量力而行。眼见慢，别慌。前面有。我一看到烤鱼，我都流口水。慢慢我都看不上，看不上。多久这个烤鱼？有个几分钟吧。搞大点，太小了。搞一份打包带走算了。对，就像这种的行不行？行。你算算搞多点行不行，老板？可以。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条件。哎呀，这样的搞多点，这种老师。啊，对，看了真的太有食欲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我口水都流出来。今天什么感觉啊？今天算是还行。一百八啊。一百八，但是背说实话真的不舒服。背受不了。又给你发红包了，不是说那个粉啊，不是说那个粉丝，又是个，什么一分钱的，关系是谁啊？又发红包过来，不是那个粉丝，发一分钱，闹眼子的吗？闹眼子的，人家这个还真的是吧、啊？这个还真的，啊是啊是啊，你可以转个菜也可以，你发抖音也可以。啊，行行，你转300过来吧，对，我去体验一下。啊，他说他又想看我多品质，说想看一下。他说东莞这里有没有？他说我只想看一下。我给你转钱，你想不想？他要不要满足你了？打开看，眼镜你喜欢吃的。满足你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啊，可以可以。哎呦靠！我先吃一个，同志们先吃一个，对，我先吃一个，辛苦了，来，今天辛苦了，同志们，我先吃一个，你们再吃一个啊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来啊，尝尝尝，辛苦了，同志们先吃一个，辛苦了啊，我先吃一个，我刚炫了，口有点辣，说，啊，老师有吗？不错，满足。啊，今天我请客，好香啊！眼睛破费了，我请客，好香啊！有我一口汤喝，就有我兄弟们一口肉吃，哎，是不是？有福同享啊！真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好，先生，讲一句，兄弟齐力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兄弟齐力，齐力断金嘛！来，我们还年轻啊！哎，干了，干了，来。54的75，129，可以，129，可以，会帮你的，还有50块钱，没，还是30块，啊不，还是20几吧。本来我完全可以，就是说我一个人买单的，但是我想让你反省一下，就是烤鱼和那个田螺我买单的，然后75那个炒菜，对，还80。你转给我，等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关键的时候再借给你，对，我再借给你都可以。没事没事，我不还你。干一天日结也就80，如果说呢，你豪横一下也就吃一顿饭，买两瓶水。嗯，没事，我不会欠涛哥任何钱。还八十，不是欠不欠钱的问题，你要没那个钱，哎，来之不易。没带借红姐打麻将。钱来靠自己挣，还真的是劳之不易，来之不易啊！要珍惜啊！就是虽然只有100多块钱，也要珍惜。要节约哈！你要想想，要珍惜。你要想想，你在龙华汽车站睡马路，怎么过的？过我们呀？这怎么过的？几天吃不上饭是怎么过的？睡床都没地方过，我想没地方睡床，没这几天可以吧？睡床很爽的。一路走过来了。熬过来了，熬到头了，没有熬到头，六万钱。所以你想到我是我心里就难过啊。